卓兰地区有18000个人口，那在教会里面的人数不到50个。我最大的盼望是让这里有更多的灵魂被得着，被神来感动，让更多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。他们也是很难进到教会的人，因为他们想去教会不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，对，那他们比较习惯拜拜的生活。